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2月13日，我现在在调颈岭的都会逸商场，现在是放工时间，也挺多人下的，我们走一走吧。因为这里上来呢就是地铁上的入口来的，所以都是很多人流。这个商场都是卖啲民生必需品的商场嚟嘅。
都會以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